二月一日是世界母语日，教育部今仔日伫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摆摊，希望透过多元的活动，让民众认识本土语言的水。青蛙嘛，对不对？青蛙台语叫“参甲棒”，参甲棒。今仔对工作人员用台语认识动物。二一就是世界母语日，伫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、教育部下卡各图书馆等等单位拢来摆摊推广母语。啊，咱用较开放的心肝吼来讲家己的母语，嘛爱接受别人的母语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在教育推动这个语言多样性的啊历程啊，大家啊共同有了心境。我要来唱一首台语歌。大人囡仔伫台顶唱台语歌，但是推广台语文无亲像客语有客家委员会、关注民语有关民会，台语文并无同款层级的单位。因为台语啊，佮台湾手语这一部分无专门的部会咧推设的时阵，台语的部分由文化部来做较大部分的工课。那阵无一个专职单位来全力推动来讲。其实这就是相对这个效率或者是这个效果是较歹的。学者指出，除了台语文专职单位，也爱有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，以国较悬的层级去调查台湾各群体母语的保存状况，建立资料库等等，推动全国各族群的母语。记者郭文曾俊由台北报道。